家好啊！我而家咧就喺天河北路呢度。咁呢個位置咧就啱啱喺天河體育中心嘅北邊嘅呢條路咧就叫做天河北路。咁圍繞住天河體育中心咧，佢有一個體育西路啦、體育東路啦。咁啊，天河體育中心嘅南邊咧就天河路啦。咁啊，北邊咧就天河北路。咁呢一帶咧啊，圍繞住中信廣場啦。中信廣場咧就喺天河北路呢度嘅，就啱啱喺個火車東站嘅南邊，啱啱正南嘅。咁咧就圍繞住中信廣場呢一帶咧，係廣州咧珠江新城中央商務區落成之前咧。其實廣州嘅中央商務區咧，係以中信廣場為中心咧，輻射一帶嘅。係咁而家咧佢因為廣州嘅中央商務區咧嘅範圍咧，其實咧佢係指中心就喺珠江新城啦。咁咧其實就包括埋咧就天河北路中信廣場一帶。咁咧就整個咧就稱為咧就廣州嘅新嘅中央商務區。咁舊嘅中央商務區咧係指咧環市東嗰邊，即係以花園酒店、白雲賓館、淘金路嗰一帶咧係最早嘅，即係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廣州嘅中央商務區嚟嘅。啊，咁而家咧就新的中央商務區咧就已經轉移咗過嚟呢邊嘅啦嚇。咁實際上咧就環市東嗰邊咧仲有保留咗一定嘅嗰個中央商務區嘅一啲功能嘅。係嗱，而家依度咧就係環貿中心啊，依度咧我而家睇到就係天河北路啦，天河北路嗱對住嗰邊咧就向南咧就係正正咧就係體育中心嚟噶啦，嗱，依度有一間咖啡店叫做拉亞薩，意大利嘅咖啡係意大利咖啡拉亞薩喺廣州嘅第一間分店嚟嘅。之前咧我播過一集咧就專門介紹嗰個拉亞薩喺廣州嘅第一間分店嘅，就係指依間啦，係。而家咧，我就喺天河北路呢度，即係喺環保中心門口呢度咧，向西嘅方向行，亦即係向中信廣場嘅方向行嘅。好大個嗰、那個一個氣球喺度啊！嗱，今日咧係6月11日，係星期六嚟嘅。係週末假期嚟嘅，咁因為好似環貿中心啊，同埋中信廣場啊呢啲咧，都係一帶嘅甲級寫字樓。咁我見到咧，就雖然係週六咧，都而家呢度入去呢度係商場嚟嘅，呢度入去係商場嚟㗎啦。嗱，嗰度有一間咧就星巴克，所以入去嘅人咧都要掃一掃嗰個行程碼。最近咧就嗰、那個廣州嘅嗰、那個疫情咧嘅控制啊，可以講係應該係寬鬆咗嘅，感覺係寬鬆咗嘅。嗱，依度咧就係環貿中心嘅商場嘅入口，呢度。今日係節假日嚟嘅，係周六。而家嘅時間咧，大概係晏晝12:00啦。啊，依度咧就係環貿中心嘅寫字樓嘅出入口嚟嘅。睇到咧就都好多白領啊寫字樓啲員工啊喺度出出入入嘅，咁雖然係週
周六，咁應該佢哋都喺度開工。嗱，講翻咧疫情嘅控制咧，就感覺有啲寬鬆咧，係點咧？依排咧就冇話嗰個大規模咁樣強制性啊，咁做嗰個核酸嗰個篩查噶啦。啊，咁基本上咧嗰啲篩查點、核酸篩查點咧，發現咧就少咗好多。係，咁咧就除咗咧就可能報告出嚟嘅嗰啲受感染嘅個案比較少啊，或者係嗰啲報告咧就比較都少見啊。咁另外咧就係好似我哋咁樣個人咁樣啲市民咁樣都冇話咧即係收到好多信息咧，就一定幾時幾日啦。咁你要只不過咧就佢有啲。在個健康碼度咧，佢彈條信息出嚟。你七十小時內咧，你而家都冇做嗰個核酸檢查啦。咁建議你嚇，咁啊揾就近咧，就近嘅核酸篩查點咧就做一次啦。咁樣嘅都係建議你做咁樣。咁但係咧就我就想就近咧行到邊就見到因為以往唔係噶嘛，去到邊咧？行冇幾耐咁就見到度有核酸篩查咁我總言之咧，你行埋去你就可以做噶啦。咁而家唔係啊，就周圍揾都揾唔到啊！而家啊，社區附近啊咁樣嗰啲有啲好多搬出常設嘅一啲篩查點咧，而家發現都冇咗，連棚都拆埋。嗱，而家我過咗嚟依度咧，嗱，而家前邊嗰度咧應該就係、是嗱，依度就係天河北路啦嚇，依度有個牌。咁前面嗰度咧就係中信廣場啦嘅正門，即係南邊嘅呢個正門對住天河北路。嗱，中信廣場咧就係廣州咧喺之前咧喺珠江新城嗰邊嘅兩棟大嘅寫字樓咧，最高嘅寫字樓或者係。包埋嗰、那個廣州塔未起之前咧，係廣州最高嘅第一高塔嚟嘅，高樓嚟嘅。啊，咁即係先後就俾嗰、那個東西塔啦，珠江新城嘅嘅兩座塔就已經超過咗。啊，咁但係咧中信廣場咧仲係因為佢一個地理位置咧，佢就喺廣州新城嘅即係天河依邊啦。嘅城市中軸線上啦，啊咁當然珠江新城嗰兩座咧都係喺嗰個中軸線，咁但係咧就唔夠咧中信廣場咧係完整整嘅就坐喺嗰個中軸嗰、那個中軸線度嘅，啊咁查咗下咧中信廣場咧啊而家咧其實咧佢有好多啲外國領事館仲喺依度嘅，啊冇搬去話。好似美國領事館啊，原來喺沙甸，咁而家搬咗珠江新城嗰邊啦，啊咁啊其他日本領事館啊，咁以往一直咧就喺花園酒店，而家唔知有冇搬到，我唔記得啦，嚇冇查到。咁嗱，好似依家中信依間中信大廈咧，又叫中信廣場啦，我睇翻下咧，就意大利嘅領事館啦，馬來西亞嘅領事館啦，香港特區駐粵辦事處啦，等於係香港特區駐廣州嘅差唔多係領事館啦嚇，咁得因為特區香港係屬於中國啊嘛，咁佢叫駐粵辦事處啦，啊咁就依個最大嘅機構嚟噶啦，係廣州香港特區駐廣州最大嘅。最嘅官方機構嚟噶啦，咁另外新加坡嘅貿發局啦，咁嗰啲境外嘅派駐機構咧，都喺中信廣場入邊嘅，啊，咁我啱啱講嘅呢只都係部分嘅啫，啊，我記得咧就之前咧有一次喺上面食飯咧，喺中信廣場入邊咧，佢有一個叫做中信中天廣場嘅入邊係購物城嚟嘅。啊！咁我就偶然發現咧，就原來咧烏克蘭嘅駐廣州嘅領事館都係喺依度嘅。
啊，咁但係咧喺一般嘅信息咧又睇唔到，但我嗰次咧就偶然間發現嘅。嗱，依度咧就係中信廣場隔離嘅一個地鐵站，就喺旁邊，叫做臨摩西站，係三號線嘅。嗱，依個站咧就係三號線咧，係由番禺即係市橋嗰邊啦，番禺廣場咧就一路去白雲機場嘅，咁啊途經依度臨摩西，啊途經臨摩西，咁依個站啱啱就喺中信廣場的樓下，而且中信廣場佢旁邊有兩棟三十幾、三十八層的一啲公寓樓嘅，即係中信廣場旁邊。咁大部分咧我了解過一下咧，就大部分都是日本啊、韓國啊一啲住喺廣州啊。啊！依度一啲公司嘅一啲職員嚟嘅，喺度住嘅。啊，嗱，而家咧佢行過咧就中信廣場旁邊嘅呢條西邊嘅呢條叫做臨摩西路，咁啊過咗嚟依度。啊，今日咧係星期週末星期六嚟嘅。啊，依度一間大廈咧就睇唔清嗰、那個，都係好有名的一間公司嘅一間甲級嘅寫字樓嚟嘅。見到好多人出出入入啊，啊咁雖然係週六，咁都好多感覺好多人係啊都冇休息嘅。我而家咧繼續咧就喺天河北路呢度咧向西嘅方向，咁主要睇睇咧就最近因為天河北路咧我之前都拍過下嘅，咁但係咧就加一段時間，咁睇睇最新又可以講話係廣州嘅中央商務區嘅一部分。啊，即係屬於中信廣場呢一帶嘅中央商務區 CBD 啊，假日嘅情況啊，因為疫情都過咗咁兩年嚟啦，啊咁個情況點樣咧？咁樣啊，隔一段時間都要睇睇。今天天氣咧就陰嘅，啊唔算話好好，啊咁咧就講緊咧就今日咧下晝咧就會有雨嘅，咁但係好彩而家我行嘅時間咧就係陰天就冇雨，但依棟咧就叫做中國市長大廈，啊咁依棟大廈又講起上嚟咧就好似話咧就係國內咧，中國國內咧最早嘅一間以市長名義命名嘅一間大廈啊。咁講起上嚟咧自從佢起咗呢個名字以後咧，咁國內其他啲城市咧好似都有起，但係咧就後屘咧都唔俾佢用呢個市長大廈呢個名字。因為咧，好容易俾人感覺咧，依間大廈咧係官方嘅，咁實際上依間唔係好商業化嘅，啊，只不過咧當時依間大廈咧，好似話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嗰陣咧，好似話好似國內咧，好似當時咧，好似話由國務院總理咧，當時嘅總理咧就喺依間大廈嗰度召集咗一個嚟自全球各地嘅好多嗰啲商界嗰啲領袖啊，
啊，或者係商界啲政誒、政府啲政要咧，就過嚟咧就喺度開會嘅。啊，好似話一啲大城市啊，一啲市長冇錯，一啲市長咧就喺度開會。啊，咁當時咧就唔知點樣就開完會以後咧，咁就用就批准咗啊，總言之唔知點樣啦，就批准咗佢咧就改成市長大廈。咁實際上咧，佢同市長係個政府機構係冇咩關係嘅，係。咁有時開玩笑，咁佢因為佢嗰度咧有一間二樓、三樓咧一間叫做好叻一間粵菜嘅餐廳嘅，啊都幾好嘅，好似話係米芝林都有上榜嘅一間餐廳喺嗰度，啊咁好多人咧就好中意咧就開玩笑咧就喺嗰度請人食飯，啊咁特別喺商場上喺商界啊咁有啲朋友咁樣。啊！我請你去市長大廈食飯，即係感覺好似好俾面人哋啊，或者點樣？呢個開玩笑啦嚇。嗱，依度咧就都好多嗱，喺市長大廈向西一段咧，啊依度真係好多美食啊，好多好多餐廳喺度。有很多茶餐廳啦，有好多品牌嘅一啲連鎖餐廳啦，各種嘅一間咖喱餐吧啦，個經營咧基本上同七十一差唔多，咁但係佢喜事多開咗好多分店，啊，至少喺廣州我知道開到好多，啊，基本上可以同七十一有得揮嘅。都很多餐廳在這裡，剛剛都現在就排在這裡等著，大概的時間大概十二點半接近一點啦。依度有一間街邊嗰啲就推個車仔咁樣，啊，就賣啲啲我都唔知點講，佢唔知總之一碗碗啦，你隔我居然我見到咧就好多人圍住喺度咧，啊特別聽聽啲靚女都喺度。啊！點佢啲一份份咁樣，佢又唔使煮，我見到佢發現咧，佢就已經配好曬㗎啦。你要咧咁就要乜嘢，咁佢就中意夾俾你，咁個份量都我睇見佢都幾足。啊！辣椒入邊啊？佢真係可能佢有保温嘅，咁啊。嗰啲為唔為生就見仁見智。嗱，依度咧對面嗰邊咧就係體育西路嘅路口，體育西同埋天河北路交匯嘅位置。
一個紅燈，呢個路口誒好繁忙。啊，如果係週末咧，就反而咧就誒、可能係啲遊客啊，或者係啲出嚟行街嘅人多啲。啊，咁如果平時嘅話，呢、這個路口呢度咧，因為靠近體育西啊，同埋天河北路一帶咧，都係啲寫字樓多咧，啊好多啲啲白領啊喺度，呢個路口係好都幾多人嘅。嗱，呢度係體育西路，咁對面嗰邊咧就係、是體育中心啦。嗱，呢度體育西。我而家嚟到呢個位置咧，嗱，依棟大廈咧叫做中石化大廈，應該咧就係廣東省中石化集團好大啦嚇，上市公司。中石化咧係廣東省嘅總部嚟嘅，啊，應該即係等於係華南嘅總部嚟嘅，就係呢棟啦。咁依棟大廈好有名嘅，依棟大廈咧曾經係一棟爛尾樓，爛尾咗十幾年，啊，咁個背景都幾講起上嚟就好多故事嘅，啊咁但係先，後屘咧就爛尾咗十幾年以後咧，後屘咧就俾中石化咧就收購咗，咁可能就只有中石化呢種咁嘅大公司咧，先有能力咧搞掂佢，因為中石化話齋係國企，啊咁啊可以，因為唔係咁簡單，因為佢即係嗰啲資金鏈啊各方面好相當複雜，啊中石化咧就收購咗以後咧就重新咧。起過啊，咁因為當時淨係得個框架喺度嘅啫，咁裝修翻啊咁樣啊，咁中石化起咗以後咧，曾經咧依度咧都有個有個新聞又係好大嘅。嗱，依個新聞咧就係、是中石化一百幾萬嘅大堂吊燈啊呢件事啊，咁如果有興趣咧，可以上網查一查嘅。好，今日嘅視頻分享就到依度。多謝觀看。